我来，哎，有人开枪，等一下，我卡住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哇塞，哎，等一下，这边直接枪战是怎样？各位小精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我们传说中的洛都警探，没有错。那今天呢，哦，我有两个伙伴，一个特警同事跟这个我的这个，欸，这只叫什么？小黑吗？还是什么？那一只哈士奇啊，没有错。因为这个局长呢，觉得我做的不错啊，最近做的蛮多案件的哦，所以他配了一个特警给我当手下，哎，还不错吧？那如果你喜欢这一则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越多，或许局长就会安排更多同事给我，最好安排个100位吧。这样出门很像黑社会，欸。那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正片开始。走了走了，我们先上车啊！上车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。来，先按下 T 哦，叫我们的狗狗上车。狗狗，狗狗上车。带着狗狗去出勤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？它走超慢的，有啊？它有要上车的意思吗？然后他上车之后，我再上车哦。来，伙伴上车。哎，等于是我要叫他们两次上车法。哎，这个同事要上车一次，然后狗狗也要上车一次。真的是哦。然后我们先去巡逻一下哦，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哦。我还是不要鸣笛好了，不然这些路人会直接给我停下来，也不是办法。来，这个天气非常的好，然后我们只能这个等一等红绿灯。我们开始要先去抓一些那种路人好了，对不对？像这一个。边走边玩手机，感觉怪怪的。来，你们下车，来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哦，我的狗狗也要带，狗狗，狗狗下车，叫狗狗下车。我觉得我的那个犯人都要走了，哎，也不是犯人了，我要盘查对象。来，你给我停下来。哎，你干嘛干嘛干嘛？你想要，他是干是不是想要打我？来，我觉得你怪怪的。你给我你的这个身份证，一看你就是犯罪集团的首脑。来了，我们来查询一下这个嫌犯到底有没有问题啊？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欸，没问题，可以帮他搜个身吗？哦，我们叫我们的这个搭档搜身一下。来，就是你。为什么我们要带着庞大的一群人？哎呦！折叠刀，欸，还有烧焦的冰毒，欸，你持有违禁品啊，我必须要对你做一下这个药物的测试，我怀疑你有吸毒。欸，狗狗狗狗都没办法帮他盘查一下，对不对？没吸毒，但是你持有违禁品啊，因为你有冰毒就不太正确了。来，把他给逮捕起来。欸，我都怎样讲的就好，有没有？来来，把他铐起来，铐起来，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再叫同事把他载回去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去执行下一个任务。来，狗狗上车，然后我们也上车。欸，然后我的搭档在干嘛？我的搭档，你赶快过来啊，跑过来，跑起来啊，快跑，要去接任务啦。他说有一个家庭暴力的案件，欸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点在哪里哦。欸，很近很近，在这边而已，不远不远。走了，全速前进，有人正在家暴当中。欸，我好像第一次去处理这个家暴的案件，欸，这个是新案件。走走走走走，借过借过借过，我有鸣笛，你们要借过啊。然后点是在那个上面，是在这附近吗？没看到人啊，我已经到这边了，人在哪里？来，先把这个狗狗给放下来。来，下车下车下车，是哪一间啊？好像往这边走，对不对？来，走走走走，我们过来我们过来，是这边某一户吧？
等一下，我听到枪声，哪里？欸，我只看到一只死掉的猫而已。逮捕嫌疑人，哪里啊？还是下面？是不是下面？欸，这种事我怎么找不到？嫌疑人哪里？欸，嫌疑人就这样子跑啦。学弟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？哎，我刚才是有听到枪声啊，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到人在哪里啊。该不会就这样子给他跑了吧？我完全没有找到这个嫌犯人在哪里。阿雷，尴尬，学弟跑快一点啊！让我们上车，当作没有这个案件啊！完了，局长又要叫我回去写报告了。来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哦，我们当作没有这个事情啊，观众们也没有看到这个事件。绝对不是因为多带了一只狗而拖到这个案情的、啊、哦。这一次是什么举报奇怪的活动？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赶快过去到现场啊！结果我先走，我先走，让我让我。现在情况危急，结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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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速前进，距离目标2点多公里。我刚才路上好像看到有人在抢劫、欸。但是没办法，我先处理这个案件。哎呦，哇塞！飞到对象区啦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距离目标1公里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！好，目标是在这边，有一个奇怪的活动，奇怪活，我们先停车，停到这边。我嘞，哎、欸。有人开枪，等一下，我卡住，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！哇塞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直接枪战是怎样？不要突然枪战啊！快，狗狗去咬他！这狗狗要去哪里？哦，这边还有一只。哇，这很危险啊！哦，这个狗狗好像蛮强的哦。你在干嘛？这边直接枪战！哎，学弟，你不能死啊！学弟，学弟撑着点！我只有小手枪啊，学弟，你的枪还比较大吧？那他右边还有一个，是不是？子弹只能省着点用。现在还有哪里？还剩一个人，我们去把那个人给抓了。好像在这边，他也在跑、欸，哎，他是不是在逃跑？哦，全部处理完了，嫌疑人，哎、欸，他跑走了，怎么办？先借一台车啊，他人要不见了。上车上，哎，不，来不及啦，我先走。你们这些在那边等我啊，先追啦，先追。人要跑走啦，我狗狗那些都还在这边嘛，哇，他一直在绕圈圈呐、啊，他在挑衅警察、啊。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让我先走。学长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人要不见啦。我看你要去哪里？来，你给我下车！你给我下车！来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趴下！来，趴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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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好，搞定了，搞定了！我先来搜查一下这个车子啊，人交给他们，载具交给我，我先来查一下这是不是赃车啊？来查一下，查一下，搜查一下载具里面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有没有违禁品啊？来，我帮他搜个身。哦，有出汗呢，他有吸毒啊？他应该是有吸毒啊？哦，海洛因，身上带这种东西，你好意思？我必须要对你做一下这个药物测试啊！来啊啊，嗯，看一下，哇、哦！
大麻、可卡因、冰毒，样样都来，该把你给铐回去啦。来，我叫警察过来，然后我要先回去载一下。好了好了，放过他，放过他。反正这台我也是我跟人家借来的、啊，拿了。啊，我的那个狗狗，狗狗那一些在哪里？狗狗跟学弟，他们应该没死吧？哎、欸，我的车嘞、欸？等一下，我的车不见了。哎、欸，有人把我的车 A 走啊？我这边也太多尸体了吧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人？哎、欸、呦，这边，哎、欸，他有活逮一个人呢、欸。是狗狗强哎、欸，哦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也是吸毒犯是不是？我先收个身啊，不是，我要先把你铐起来，先逮捕嫌犯。看到你脸色苍白，就知道你有问题。你刚才还开枪打我们啊？来，先收个身。哦，左摸摸，右摸摸，大家都开心。有大麻，然后有没有吸毒？应该有吧，你都脸色苍白了，果然吃了大麻又有吃摇头丸啊，依法把你押送回去。然后重点是我们的警车跑哪里去、欸、这台是不是，哇塞、啊、这边尸体也太多了吧，叫个那个法医把这些尸体给载一载吧，请求法医单位。好，有有有，我已经派他们来载了，那应该不是太大问题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犯人？哎呦，怎么会有个犯人？你还想跑、啊？哇塞，你不要跑！等一下，为什么一堆人在射我？我快没血了！哎、欸，那边一堆人在射我！哇塞！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个我的学弟没有保护一下我啊，傻眼！哎、欸，我发现这个载具有问题，啊，不行，那他也让他跑了。这边有一台车，我先借用一下啊。怎么可以让他跑嘞？全速前进，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过去，先跟民众借个车而已啊。警民合作啊，就是前面那一台有问题啊，先给他撞下去。你就是你，你还想跑？哇，看来是一个强悍的警匪追逐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先把轮胎射爆。你轮胎已经爆了，你不要再逞强了。哦，他一个甩尾啊！哇，他不想要停啊！你都已经甩尾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欸、嘿嘿，哇塞，你还想要跑？就是你，哎、欸，你还跑，你还跑，来给我停下来哦。哎、欸，垫一下不够，看来你想要垫很多下。双手举起来，来趴下，趴，趴是不会哦。你是不是想要再被垫一次？来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来。直接逮捕嫌犯，这个又是一个吸毒的啊！直接把他送回去了。怎么那么多吸毒的？整个洛圣都的人都在吸毒。然后他的载具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呦哦哦哦哦哦哦！安总突然出现在这边，这谁啊？这是我学弟吗？搜查一下。司机的位置有血迹耶、欸，还有这个几磅的可卡因。然后我把车先停在旁边啊，感觉那个是一个杀人犯的样子，应该没有我的事。我要回警局换车啊！我的 partner 怎么突然来到这边？那我的狗狗嘞？我的狗狗不知道还有没有活着啊？那我们先去这个最近的警局来换个车好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走了借过。可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我刚才的车子会不见？难不成有人在专门偷警车？洛圣都有这一号人物吗？到底是谁一直在偷警车？难不成又是那个小富？哦，回来这间警局啦。然后我们直接去这个后面取个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开门啊！
欸，不是，他干嘛不开门？欸，我是警察。尴尬，我是警察，我现在要用这一招过去。这个好像，欸，可以。我明明就是警察，我还用这种偷吃布，傻眼。好了，我又开了我们的爱车，来来，同事上车。然后我的狗狗好像走失了，到时候要被局长骂了。带了一只狗狗直接不见。地点洛圣都国际机场，机场怎么了？请求支援呢，欸？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。国际机场是不是来了？交给我准没错。哦呦，结果，情况危急。哎呦，不要突然往左边切啊，很危险啊。哎，结果。哦呦，我发现这一台的弯性其实好像不是很好，欸，来了。全速前进，走了。哎，结果，然后他叫我来这边。好，我到了。然后呢，我来支援了。不是，我一来你就开枪。来，放下你的手。谁在射我啊？明明旁边就没有人，是不是学弟你在射我？哦。你还想要偷跑？不是，你们就一对一，然后你还要叫支援，逮捕嫌犯。好啦，你这样子就走了，是你叫支援啊？我来遇到一个天兵学长啊，来，把这个我也叫其他人把他载回去好了。然后这台车要怎么处理？这一台我们知道请求拖车了，算小型车吧，这台。好啦，学长交给你了，这是谁？是学姐吧？这一个是学姐，没错，来，把他抓回去，来上车，赶快。哦，前面怎样？哇，车祸呢？当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看到啊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